第一轮组队邀请现在开启，各队邀请一人。你等我，你要等我。这是要抢人吗？啊 ，Hello， 我的意思是这个。哎呀，你怎么会第一个选他？你给我撞了！这么多人抢他。哈哈，我很喜欢淘淘，但不是，对不起。你说你的，你要说的话，我。虽然你唱跳跟唱秀了，但是我觉得有机会一起，我们之前说过，我觉得会很好看。你刚去完唱秀，我知道，但是我的秀是这样的，所有的难度动作都是由我来承担。我知道，你只需要做好的音乐，然后好的自己。Sorry， 我知道，其实。哎呀，这搞的干嘛呢？抢阿萨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要他。你俩都在抢阿萨是吗？不需要名气，不是抢啦，不是抢。你要给我一个。都来了，你再说我赢了吧？我都是拿，不拿我收走了，阿萨。没有，我是都拿的吗？不，你就拿一个。你只能选一个，选哪一个？形成了这个格局。算了，我是不多人所爱了，让大家讲吧。是这样的，之前来之前啊，我就一直觉得很想就跟心灵一起。你不是正经的，你不用拒绝我。我去心灵，我选心灵，我待会儿跟你解释。会拒绝他们，是因为我跟心灵本来就有一个约定了嘛。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歌手嘛，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怀了，就我们几个，我觉得我们一起会好看的。对，有。嗨，你们想 what？ 长修 war。还是唱跳，我也是。I'm gonna give this to you。给你。给我。你去啊！啊？你要去啊？你要不接受，你就要还给他。是吗？你要接受了，你就跟他走。哎、Jessica。If I choose it, I will to you. Let me think. Let me think. A moment. Let me think. But 这个我选了这个，我就一定要匹对吗？就匹对了。我先说，我想我们两个，你天爱。交，我觉得凑在一起很好看，不管是唱跳唱秀。继续看也是小圈唱跳唱秀，怎么办？我再想想吧，我再想想。Let me think about it. Think about. Yeah, think a moment.